我妈呢？你妈俩烧火呢，一会儿来。你俩要脚往前，你俩脚，我是给他俩整个绳子，两头拽，都往后腰上，绳子掉了。放开腿。得亏是把带把手哈、啊，不带把手出来就。啊，出来就行。我自己拦着，我甚至把压下去。做的挺好的，就是有点往前压。你还压不过你小妹子，还要。刚才就是我起不来了。咦这些单放着就行，中了压炉，那个没注意可能。你叫嘴儿，冲他了。我还是有点小是吧？嗯，下来温度。跟管理家唠的像火勺，他原来那老火勺子似的。捏火勺吧。你怎么就是面烙的？面烙的火车。你哪会烙的面？发面饼是吧？这个比较骨头滑一点，滑滑滑。这瓶你自己滤了，那爷要是给你一撕的话，去个皮儿没瓤了。就得你自己撕，自己咬，吃吧。都是带糖的，吃一口就知道了。别管带不带糖了，吃就行了，多好吃，多带劲呢，老暄乎了。再抽一会儿吧，一会儿他俩都得擦手啊。刚才就没玩手机玩的，你看我妈妈没说啥呀。我这是带糖的，有点甜味儿。差不多。差不多。嗯。感觉老长时间没吃着过这饼了。嗯，这秋天的方便饼，这一秋天，这老长时间了，半冬，半年，罗汉半冬，半年都得是没吃的。跟奶奶发面蒸馒头的时候，这蒸汤三角，对吧？没怎么没发面汤三角。你就整一个整完了，那我都没在屋，我在屋外头给你忙活做那个什么的嘛。那明天再整。这一个门牙还挺好使的。我俩不好录呀。哎呀，我又打完了我。嗯。一晚吃两个了。得喝点粥啊，就不咸也得喝点粥。慢慢吃，不用着急。